老公，就算你这卡里面有钱，我是真的不想去私立医院，我觉得真的没有那个必要，因为我没有那么娇气啊。不是，这样是我工作以来我存第一笔私房钱，开始就是为我孩子存的。等一会儿，你刚刚工作的时候还不认识我，你存这钱为哪个孩子？不是，老婆，这里边有故事。上大学的时候啊，董博宇当时女朋友怀孕了，我呢就陪着他女朋友去打胎。董博宇的女朋友怀孕了，你陪着去打胎为毛？不是，董博宇他说他没法到场，他没空，那只能我。所以说董博宇从小就欺负你，对吧？从小你就是他的狗腿子，所以他现在什么破事都找。不，这不是重点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呢就是。当时我陪着他忙前忙后的时候，我就看着有一个肚子这么大的一个孕妇在那儿排队呢，啪就倒地上，体力不支。我当时就在想，我说我要有老婆了，我老婆要生孩子的时候，我一定让她舒舒服服把这孩子生下来。我当时就发誓了，所以我才会存这私房钱，你明白？